咱即卖为头开始得聆听一遍吼，因为这系统都有故障。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井号护国神山群之美育苗研发团队联合制作报道井号三强鼎立井号美食吉林井号杨林开运猪脚井号吴乐天讲古推动台湾语言文化井号尊重智慧财产权井号请订阅或订购传奇人物廖天丁随身碟 CD 节目井号护国神山群之美士林外双溪翠山好土地井号农业园艺生物科技井号西歌与井号民权四面佛井号现五 https://youtube.be/niganawmzxi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井号护国神山群之美育苗研发团队联合制作报道井号星光秘境牛排咖啡绿茶井号星光秘境农业设施井号基座设施井号二代健保井号中华民国境内居住之个人如有第二条规定之所得扣缴义务人每次应扣缴税额不超过新台币2000元者免予扣缴 https://youtube.be/sscplbkez 咒井号牛蒡本身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钙镁锌胡萝卜素等元素 https://youtube.be/9dqcg3ggln4https://youtube.be/9dqcg3ggln4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奇怪啊这个系统太到这才会停掉征董事会为无召集权人所召集所谓之决议自属无效AAP 亚东地正式事务所李社长 AAP 亚东地正式事务所李社长按公司与董事间诉讼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由监察人或股东会所选人之人代表公司为诉讼公司法第213条定有明文所谓公司与董事间诉讼无论由何人提起均有其适用且亦不限于其诉之原因事实系基于董事资格而发生及其事由基于个人资格所生之场合亦包括在内最高法院98年度排抗字第844号裁定107年度排上字第2214号判决一纸参照而监察人有数人时应由全体监察人共同代表公司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555号判决一纸参照股份有限公司与董事间诉讼于诉讼进行中代表公司之监察人声明承受诉讼者法院无庸审酌其与该董事间之利害关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196号裁定要纸参照另案以一本法发行股票之公司应则宜设置审计委员会或监察人但主管机关得视公司规模业务性质及其他必要情况命令设置审计委员会替代监察人其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审计委员会应由全体独立董事组成其人数不得少于三人其中一人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应具备会计或财务专长公司设置审计委员会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对于监察人之规定与审计委员会准用之公司法213条规定对审计委员会之独立董事成员准用之证券交易法第14条之4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项定有明文系征大厦区分所有权人会议需由具区分所有权人之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无召集权人召集之区分所有权人会议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机关自不能为有效之决议所谓之决议自始无效自始无效之决议不能因事后之追认而成为有效最高法院19年度台上字第1924号108年度台上字第514号98年度台上字第1692号92年度台上字第2517号判决一纸参照 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井号护国神山群之美育苗研发团队联合制作报道AAP 亚东地正式事务所李社长按继续三个月以上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股份之股东得自行召集股东临时会
公司法第173条之一第一项定有明文，股东会之决议，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有代表以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股东之出席，以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之同意行之，为公司法第174条所明定。另按股东会决议之瑕疵，与法律行为之瑕疵相近，有不成立、无效、得撤销等态样。所谓决议不成立，系指自决议之成立过程观之，显然违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认为有股东会召开或有决议成立之情形而言。因必须先有符合成立要件之股东会决议存在，时有探究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无效或得撤销事由之必要，故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应为股东会决议瑕疵之独立类型。我国公司法虽仅就决议之无效及撤销有所规定，为当事人如就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有争执，以决议不成立为理由提起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之诉，应非法所不许。又按股东会之决议，乃多数股东基于平行与协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为，如法律规定其决议必须有一定数额以上股份之股东出席，此一定数额以上股份之股东出席为该法律行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项要件，股东会决议即属不成立，尚非单纯之决议方法违法问题。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44号判决意旨，109年度台上字第2098号判决意旨参照。公司法第173条之一之立法理由为，当股东持有公司以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股份时，其对公司之经营及股东会已有关键性之影响，倘其持股又达一定期间，赋予其有自行召集股东临时会之权利，应属合理，原明定继续三。个月以上持有以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股份之股东，可自行召集股东临时会，无庸先请求董事会召集或经主管机关许可。足见公司法第173条之一所定之股东临时会成立要件，须以继续三个月以上过半数持股之股东召集为必要，倘欠缺前开要件，股东临时会决议之成立过程即显然违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认为有股东临时会决议之成立。另案记名股票，由股票持有人以背书转让之。记名股票之转让，非将受让人之本名或名称记载于股票，并将受让人之本名或名称及住所或居所记载于公司股东名簿，不得以其转让对抗公司。公司法第164条前段、第165条第一项分别定有明文。记名股票之转让以过户为对抗公司之要件，其意义在于股东对公司之资格可赖以确定，即公司应以何人为股东，悉依股东名簿之记载以为断。在过户以前，受让人不得对于公司主张自己系股东，为一旦过户，则受让人即为股东，且公司应将其列为股东。该股份有限公司系由经常变动之多数股东所组成，若不以股东名簿之记载为准，则股东与公司间之法律关系将趋于复杂，无从确认而未圆满之处理。是凡于股东名簿登记为股东者，纵未持有公司股票，除被证明该过户登记出于伪造或不实者外，该股东仍得主张其有股东资格而行使股东之权利。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802号判决意旨参照。故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簿登记为股东者，倘该登记系伪造或不实，即不能仅以该登记认其对公司之股东权存在。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井号护国神山群之美育苗研发团队联合制作报道。AAP 亚东地正式事务所李社长。按总会决议之内容为反法令或章程者，无效，民法第56条第二项定有明文。再按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对管理委员会会议之召集程序、决议方法与内容有违反法令或规约等情事时，应如何救济及效力如何，虽均无明文，唯依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法令之规定，而公寓大厦之管理委员会
只为执行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事项及公寓大厦管理维护工作，由区分所有权人选任住户若干人为管理委员所设立之组织，又主任委员、管理委员之选任、解任、权限与其委员人数、召集方式及事务执行方法与代理规定，依区分所有权人会议之决议，亦如前述。另主任委员对外具有代表该公寓大厦之法律上地位，所生相关权利义务亦归属于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基此，管理委员会所谓决议，亦属多数区分所有权人受益而未意思表示一致之行为，并发生一定司法上之效力，与民法总则编社团法人为规范社员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召开之总会决议相当。故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会议之决议，应类推适用民法第56条有关总会决议撤销与无效之规定。系征临时会所谓系征决议解任原告管理委员资格有决议内容违法之瑕疵，已如前述，依民法第56条第二项规定，应任系征决议为无效。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妇联网井号护国神山群之美育苗研发团队联合制作报道。AAP 亚东地正式事务所李社长。按公司董事选举采候选人提名制度者，应载明于章程，股东应就董事候选人名单中选任制。但公开发行股票之公司，符合证券主管机关依公司规模、股东人数与结构及其他必要情况所定之条件者，应于章程载明采董事候选人提名制度。公司应于股东会召开前之停止股票过户日前，公告受理董事候选人提名之期间、董事应选名额、其受理处所及其他必要事项。受理期间不得少于十日。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 1% 以上股份之股东，得以书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选人名单，提名人数不得超过董事应选名额，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人之人数一同，前项提名股东应续名被提名人姓名、学历及经历。董事会或其他召集权人召集股东会者，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应将其列入董事候选人名单，一提名股东于公告受理期间外提出；二提名股东于公司依第165条第二项或第三项停止股票过户时，持股未达 1%；三提名人数超过董事应选名额；四提名股东未续名被提名人姓名、学历及经历。股份之转让，非将受让人之姓名或名称及住所或居所记载于公司股东名簿，不得以其转让对抗公司前项股东名簿记载之变更，于股东常会开会前30日内、股东临时会开会前15日内，或公司决定分派股息及红利或其他利益之基准日前5日内，不得为之。公开发行股票之公司办理第一项股东名簿记载之变更，于股东常会开会前60日内、股东临时会开会前30日内，不得为之。前二项期间，自开会日或基准日起算，公司法第192条之一第一至五项、第165条规定定有明文。按确认法律关系之诉，非原告有即受确认判决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确认证书真伪或为法律关系基础事实存否之诉，一同。民事诉讼法第247条第一项定有明文。所谓即受确认判决之法律上利益，系指法律关系之存否不明确，原告主观上认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状态存在，且此重不安之状态能以确认判决将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自第1240号裁判一纸参照。确认法律关系成立、存在或不成立、不存在之诉，故以确认现在之法律关系未现，但过去不成立、不存在之法律关系，言至目前仍继续不存在时，仍不失为现在之法律关系。如对于该法律关系是否不存在，有即受确认判决之法律上利益者，自非不得对之提起确认之诉。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自第2039号裁判一纸参照。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妇联网井号护国神山群之美育苗研发团队联合制作报道。
AAP 亚东地正式事务所理事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之瑕疵与法律行为之瑕疵相近，有不成立、不存在、无效、得撤销等太阳。所谓决议不成立、不存在，系指自决议成立、存在过程观之，显然违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认为有股东会议之召开或成立、存在、决议之情形。通常而言，必须先有股东会决议之成立、存在，使得进一步探究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无效或得撤销之事由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24号判决意旨参照。而股东会原则上已由董事会召集为常态，其余有权召集股东会。好朋友，大家好。我本身呢，对公司法啦，含咱民法啦，还是即咱这么关心的，就是咱2022年选举啊，是不是三强鼎立啦？咱那个美食啊，可能会介绍阳明开运啊，的迪卡哦，开运哦，另外5、6天的。推动台湾语言文化，按尊重智慧财产权，按请订阅或订购传奇人物聊天钉这个随身碟啊是 CD 的节目，按富国神山请知名呢，咱士林外双溪翠山好土地继续推动农业园艺，就是农业园艺林业生物科技嘛。咱这溪哥鱼伊本身有仙光秘境基座设施啊，还有明前四面佛有献花献舞，这是咱 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包括富国神山群知美有疫苗研发团队，有包括牛樟芝、牛蒡茶，这些以后都会陆续做系列报道，咱下面来听相关的语音。这语音就是有关公司法啦，是大厦管理委员的召集权人所召集之会议啊。你也是无权召集之人所召集之会议无效。另外就是公司法173条，即这么有一个持有股权50%以上的召集，这嘛是有效。咱来听 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井号护国神山群之美疫苗研发团队联合制作报道井号三强鼎立井号美食吉林井号阳林开运猪脚井号吴乐天讲股推动台湾语言文化井号尊重智慧财产权井号请订阅或订购传奇人物廖天丁随身碟 CD 节目。井号护国神山群之美士林外双溪翠山好土地井号农业园艺生物科技井号溪歌与井号民权四面佛井号献舞 https://youtube.de/niganawmzxi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井号护国神山群之美疫苗研发团队联合制作报道井号星光秘境牛排咖啡绿茶井号星光秘境农业设施井号基座设施井号二代健保井号中华民国境内居住之个人如有第二条规定之所得扣缴义务人每次应扣缴税额不超过新台币2000元者免予扣缴。https://youtube.b/sscplbkez 咒井号牛蒡本身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钙镁锌胡萝卜素等元素 https://youtube.b/9dqcg3gjln4https://youtube.b/9dqcg3gjln4 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这个系统呢稍微故障吼，咱为头开始，这个系统啊稍微故障啊，我就爱为头开始。心灵放轻松哦，打开心门，远离城市黑夜重重。
我爱望山林，但爱要有行动后，绿色的心跳跳动幸福的时钟。